这间有如欧洲童话故事的屋子，色彩缤纷，拥有大量收纳空间，充满童趣与机能性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们将告诉大家三大重点。我们会先介绍独立玄关与多面建材做缤纷色彩的居家搭配，最后是宽敞富有延伸感的公领域。独立玄关设计区隔空间，使居家环境保有隐私，不被陌生人一览无遗。为了满足大量收纳需求，在玄关加入双面收纳柜，增加可利用空间。柜子的镜面弱化封闭空间的压迫感。公共空间使用多种建材组成，廊道的红砖地板复古有质感，为入屋时心境上转折的场域。文化石制成的电视墙与红砖墙面呼应，营造出复古乡村风。漆成湖水绿与鹅黄色的墙面使空间变得更加活泼。将门口区域切分成玄关与工作室，充分利用有效空间。客厅与餐厅相连，形成一个开阔的公领域。使用门斗将通道口遮挡，切割空间的同时将客餐厅空间感拉长，整体开阔明亮。利用多种材质与色彩拼接，塑造出温馨的乡村风住宅，如童话小镇般缤纷多彩，却又像百宝袋一样拥有大量的收纳空间，温馨且功能性强大。